是摄影。我可以给你唱歌。好。好。Everybody 都来了。朋友们。哎呀，大志姐怎么好意思？哇！上椅子，上椅子，上椅子，椅子。大志姐自己来，哎。怎么可以？啊？辈分最高他吧？对啊。跑两个人。啊？有没有带起来啊？椅子赶快拿出来啊！小板凳可以来哦。来来来，梅姐平常有在吃盐酥鸡的吗？身材这么好。有啊有啊有啊，有吃。最喜欢吃哪一种？啊？盐酥鸡的种类最喜欢哪一种？甜不辣或者是什么？哦，你说所有的那个哦，炸汤圆呐，哈，还有那个猪血糕，对，好，这两个必吃，还有。有时候会吃那个鸡软骨，哦，鸡软骨，对，鸡软骨，对，这样，对，脆。那跑行程下来，现在是不是有瘦？你怎样给你是什么条目？没事，好，那我已经有讲了，我在邀请美人姐之前，我就有跟她说，就想到这个问题。不是，怎么想到的？当然，我们两个要互相。我还跟他讲说，我一定要去帮他唱歌。对对对，真的真的，因为美人姐那时候她出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有一些地方真的是需要我们艺人起来做一个代表。对，然后九月十六号要来哦，记得九月十六号我们的一个餐会，对呀、啊，哦对，当然对，是我邀他的啦，我等他发我，我等他讲，对呀、啊、对、啊，有，我会发你啦，来给他一起唱，我们的庆歌好不好？哈，站起来好不好？文姐有很感动吗？因为美人姐来立即有，而且他会回讯息的长辈，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麻烦，对对，感人是说，因为这里不是他的选区，他还愿意来。先慢慢的占领嘛，没有啦，希望有炸起来也可以看到我们中正万华、啊。要哎、欸，有吗？说好的，对呀、啊。可是那个小梁说你下一站要开到 Okinawa 啊？有都我这么。因为他是在高雄起家嘛，本来住小港嘛，对不对？那在台中呢，这个梦想成真嘛，是。那慢慢，你看插旗到台北来了，对。下一关应该就是冲绳了。之前有说要去越南啊，或者是美国啊，这样慢慢的啦，希望可以。这么连锁哎，哇！慢慢的布局啦。哎，那个不好意思，音乐可以小声一点。为什么音乐越放越大声？对啊。而且感觉好像是张文琪自己的歌，对，就是我的歌，就是，对对对，所以我去美人姐的这个造势晚会，我也会唱，一定要，对呀、啊、对呀、啊啊。今天还有很多好朋友也有来啊，对，所以我像方欣姐啊、柔柔，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女艺人本来也要来。叫燕君、然后如果像柔柔她现在大肚子嘛，那如果燕君也有到的话，就双喜临门哦。对，他可以说了吗？也可以，他已经有公布了。对，还有熊熊啊，然后我的师妹，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新婚啊，对，没有啦，对，他其实也怀孕了，我们的生美不讲了不能讲，没有，我要期待炸起来去香港哦，对。香港不只是他，现在那个炸起来会去香港开分店这样。对，赶快过来香港这样。我等他加盟啦。啊，张文琪户籍的话是可以投美人姐这边吗？应该好。我不行，因为我的在三重。哦。对，除非我在那边买房子，帮我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背负。啊，背负了。你现在买来不及了啦。对啊。那要不要那个？给美人姐一个那个许愿，然后如果有成功的话，要不要送多少炸起来？对，我其实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看你是去造势的时候我来送鸡排，还是你我们当选的时候然后就送鸡排。哦，这另外你们不要许愿，因为我现在气势一片大好，你送鸡排有什么关系？造势的时候来好不好？好来，都来。先送后台，不要讲那种说当选的时候，我张文琪要送多少份那个炸起来，因为已经稳当选的事情。也是啦，对。问了呀啦，承你吉言，承你吉言。对，一定要。我每年看这个都很准。对。我讲袂掉的，一定袂掉。我讲会掉的，一定会掉。有啊，那个一开我是天字第一号，当时开放这个账户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我是00001号。对啊。谢谢，来，过一年炸起来好不好？没有，我们刚刚一直都有在讲炸起来。有。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再开新的店？接下来我就是对，下个礼拜四会开大雅。
台中，台中的大雅。台中目前有五间，哇，五间店，厉害厉害。那今年有预计几间呢？今年目前算这一间的话，第八间。我就是十一月。今年开八间了。对，就总共啊，没有，我今年开六间。有没有预期目标？这样比较好写，就是年营业额要做多少？比如上没有他有一个承诺啦，就说因为他每一间店开幕我都要到，而且全义务的帮忙。他说啊，要不要包个红包？我说真的不用了，因为你我们这些人，你红包包起来哦，可以再开两家店，你知道吗？因为他每次的开幕记者会是梁哥的老婆办的，对，他预算里面有包含说他一定要来。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不但义务帮忙，然后最后怎样你知道吗？他有许愿给我，我到十家店他会送我一家店。有这个甘苦啦，甘苦啦，甘苦。对对对，就我们最远是。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忙嘛，会不会担心之后节目可能搭不过来跟那个选题的行程？那这个要由他来回答。我们大概登记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暂时请假了。对，对，请假，然后一定会当选的嘛。他当选就再回来主持啊，因为我们是综艺节目啊，还有我们不是公广集团啊，所以本来就可以回来主持的。对啊，公广集团哪一个？没有，你如果当选的情况在，可是你的服务单位是公广集团的话，按照规定是不可以。所以当时于天宇大哥因为在华视嘛，所以才必须要请。对，是这个意思。对，啊，所以玉林哥有去查过。哎，对对对，因为他跟一些公部门很熟，因为之前节目罚款的问题，对对对，他其实跟一些科员都蛮熟。我把广电法都背下，整本背下来了。传授每年只用请假的方式。要请假，对对对。现在玉林哥等于是军师了。嗯，是啊是啊是啊，我们录影空档很多啦，都会跟美人姐。要向他学习一些请教一些对政治理念，有那一本哇。所以你明年也要参，后几年也要参选。我对参选比较没有热忱，是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钱太少，薪水太少，然后花的钱很多。那你想要赚多，可能会被抓去关。所以啊，所以我很满，小心满足我现在的收入方式。你叫小梁选，看他要不要选。我也很满意我现在收入的方式。对对对，是。这个真的要对国家社会有极大的理想跟热情，对呀、啊、对呀、啊，就像美人姐这样。来来来，有啊有啊，本来今天也要来，但他今天工作，对对，他刚好在出外景，辛苦了辛苦了。有新的新闻。有在接洽，九月中会开拍，对。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演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角色哦？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逗趣的角色，跟以前的也不太一样，对。但因为还没有说可以公开，所以我都还没有讲，对。谢谢。好，那谢谢各位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大智为什么今天会来？因为他是十一的幸运店，这是我们台北的第一家炸起来，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过炸起来的名字了，但如果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是第一家台北店就正式开幕哦。那我们炸起来在去年2022年7月31号开幕到现在，其实才刚满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开到现在有第六家店了。这我们台北这家店呢，就是我们的第六间炸起来哦。那相信这一家店对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来说，也是非常期待以及非常兴奋的一天。那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呢，我们也要请到我们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哦，也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主角，我们的炸起来的老板娘。我们来热烈欢迎我们的炸起来老板娘，我们的张文琪先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文琪，啊，看起来文琪现在是先卡在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啊，哇，文琪今天非常的美，非常的可爱。很开心，那文琪，对你来说，今天这一家台北炸起来第一家店开幕了，对你来说，你的心情怎么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那个怀孕啊，不是啊，哈哈，开玩笑，非常谢谢大家，因为真的
众所期望的，大家把我们盼来台北了，因为来台北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期待啊，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今天这样的活动，对。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有两天的试营运了，但是今天才是真正的，真的要把今天这个炸开。对，希望大家等一下吃到我们的食物的时候都会很喜欢。谢谢。你要在右这边，这边一点，对不对？你们交换位置。喂。也非常开心。喂。也非常开心哦。也非常开心。文琪来到这个地方，还有就是文琪呢也请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嘉宾哦，还有他的平常文琪就是一个你知道非常人气非常高并且有好人缘的一位艺人。那今天呢我们的台北店，我知道之前我们在台中开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多的艺人好友贵宾好友来到现场来支持了，但是我相信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很多艺人朋友也会说，哇，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到台北呀？那今天终于开到台北的同时，也有许多的贵宾朋友许多的艺人朋友来到现场来支持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重量级的嘉宾一一来上场啦。来，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红，来，还有，我知道，来，欣桐，来，仙童，来帮我站到最里面呢。好，还有我们的方欣姐，还有我们玉玲哥，沈玉玲，哇，还有我们文腾来，文腾不用，好，拍水。美人姐来，美人姐来站在文琪旁边，还有我们的小梁哥，还有小梁哥，球球还没到，好，那还有我们的森美姐，然后再来我们的嘉珍，好，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还在路途上，大家知道今天那个台风天哦，真的是风大雨大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后续他就会再陆陆续续加进来。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这样大阵仗的好友们一起来参加这个我们炸起来台北的开幕仪式哦。那现在请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递上我们的剪刀，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剪彩仪式哦。借一下，有需要再站过去。来，我们摄影朋友，摄影大哥们都可以捕捉到我们的画面吗？有需要我们做调整的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哦。请贵宾们一一拿起你们的剪刀。那我们现在先不要剪了，我们等一下拿起剪刀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先往前看，让我们的摄影大哥们媒体朋友们来一起捕捉一下现在这个画面呢。会看不到，可以再往你们的右手边一点点，这边是有空间的。 OK 好，可以，那我们来现在看我们正前方哦，来现在先捕捉一下画面哦。来，那我们再看左边，大家一起看左边的媒体朋友们，好，再看右边，好，右边。美人姐，对，好，我们再看回我们中间呢，我们给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两次机会，来，再一次，我们看向中间。第二排，谢谢。睁眼，哎，熊熊来了，来，哇，帮我们一起递上剪刀好吗？没关系，我们再一次，请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来，我们画面都可以吗？我们再集中一点好了。可以，好，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哦，我们来一起看向中间。来，看我这边来。好，我们看左边。
们来看一下右边。来。好，我们再看回我们的中间呢。中间。好。好，第二排，谢谢。好，我们再看我们左边。我怎么看那么多？可以可以，右边人比较多哎。哎，等一下，少长，等一下，等一下，再 hold 一下，来，看我这里。好，再看回我们右边呢。好，你要坐地板，过来坐。来。等一下哦，来，再看我左边，看我中间。好，最后，哎，最后，六，来看这里，五，四，再，谢谢大家。那我们主持人正式喊五四三一，喊到一的同时，请大家一起来剪开我们的彩带哦。来，五四三二一，祝炸起来，万客云集，欣欣向荣。请大家举起你们的彩带，看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来捕捉一下现在的画面呢。哇，真的非常开心！炸起来，看到现在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呢，就开到了我们第六间店了。听说我们之后呢，还要再继续开，陆续还有我们的埔里店跟我们的台中大雅店。下家店还要用。好，我们再举起一下我们的这个彩带哦，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再来捕捉一下画面。来，中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准备，等一下那个帮我们把剪刀收起来哦。好。哇，今天现场也真的非常多的观众哦，相信今天不管是路过的还是特地前往的，真的都非常的幸运，因为今天真的是大喜之日，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今天各方的演艺圈的好友们一起来到现场来共襄盛举哦。好，还有哪一边的媒体朋友、媒体大哥们想要再多捕捉画面的吗？好， okay, 好，那我们就要接着往下了，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我们的彩带以及我们的剪刀哦，记得捕捉一下画面。哇，真的非常开心，今天真的是有演艺圈的大哥大姐，还有很多的好朋友来到场支持，可以看得出来文琪平常真的就是人气真的非常好哎，人缘非常棒。好，现在请我们的所有嘉宾们举起高举你们的酒杯，来一起敬炸起来！来，来看我，看我，对对对，好。好，好，可以。台湾第二排，谢谢，中间第二排。好，来右边来。好的，好，那请好，再一次来，再一次看中间呢、哦。谢谢。好的，还有哪一位想要再补充一点的吗？来。OK。好，那请所有的艺人朋友们高举你们的酒杯，来，让我们一起来敬我们的大起来大展宏图，开幕长虹。谢谢大家，我们来小酌一杯之后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先来进行我们的媒体联访好了，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媒体联访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后续的程序。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把酒杯收起来。我们进行完我们的媒体联访之后。
好，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文字记者朋友们，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下到我们的休息室哦。等一下，我们可以。